Griffith's Audiobook, Fifth Page. They meet again after all, right where the sun rises.范登贝尔格先生，趁您出去抽烟的功夫，我思考了几个问题。未来是我人生职业的第二个十年，我在国内当了十年翻译，做了想做也能做的事情，先在太原重机厂引进德国设备干了六年，后到山西进出口公司，在出口土畜产品到德国的部门担任外销员四年。幸运的是，我一直有听说读写意德语的机会。对了，学习德语前，我还上过两年太原卫校，那是山西农村的贫下中农推荐的。我插过两年队，是养猪和插水稻能手。农闲时，我给当地农民唱过戏，当过村里的广播员。杨女士，您的人生经历很丰富。您啊，除了没有进过部队，多个领域都涉及了吗？嘿嘿，您看我，身高连1.6米都不到，根本没有当兵的资格。哦，刚说完这句话，我就后悔了。早晨，我和 Rheinpower Hotel 的老板看到从车里走出瘦小的范登贝尔格先生，我和他的女朋友还议论过范登贝尔格先生的身高。老板说，个子小的男人在德国也有优势，其中的一点就是不需要去当兵。姚女士，您看我的身高也挺袖珍，除了鞋子，我们俩完全可以换着穿衣服啊。听到他的回答，我几乎可以肯定，早晨在进入酒店之前，他已经听到了我和酒店老板及其女友对他的议论。怎么会隔壁有耳呢？哎，这位充满智慧的人进了酒店之后，丝毫也没有表现出迁怒。听到了我们仨的八卦，他可是没有说破。范登贝尔格先生接着说，杨女士，作为一名有自己喜欢的职业人，您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巩固和提高，不应当在国外的各种诱惑下改变方向，违背您来德国的初心。这就是我刚才想表达的个人看法，就是我刚才在但是后面没有讲完的话。总之，如果您切断了中国的根，那未来的职业发展一定没有前途。说到这里，范登贝尔格先生做出了坚定的手势。当时来到德国才一个多月，我踌躇满志，还感受不到思念母亲和女儿的痛彻，也体会不到什么诱惑，没有面临艰难的选择。以不忘我的初心，对于他的话，我甚至还有些抵触。
觉得他一个资本家的代言人，骨子里呀，还是瞧不起发展中国家的人，瞧不起妇女，我一个单身母亲。就在我决定起身告别的时候，凡登贝尔格先生对我说：杨女士，您看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如果您不急着离开，我想请您共进午餐，一次工作午餐，因为我想向您了解一下中国印刷和智能打印机方面的情况，还有您上午告诉我北京的任德树教授推荐您来德国进修，我想这对我和我们公司去中国开展业务可能会有帮助。朋友们，本篇故事今天就到这里，欢迎下次收听。背景音乐由 Sam Hankins 先生提供。撰稿朗读杨飘青。